啊，来了，马上要开了。如果是 KOG，你就忍，反正。是 KOG，我但就是给木头给你。也不用给我，反正你那个，如果是 KOG 的话，你就蜘蛛也多一点，反正就憋在家里面嘛。二本之后我们再练。但是还是反正得看，让你小歪出来才敢练的，小歪不出来还是不敢练的。对对对，这是小歪出来之后练嘛。我所以其我前实，期就是啊，看到 KOG 的话，我就把木头给你，你升个基地。好好，可以可以。要是 DH 的话，他应该是 DH 来陪我陪你，然后剑圣来打我，然后我们就按照 1v1 的常规思路来打就行然后就各干各的了。哎，各嘛，干各就就行你了，干我就二本继续我包边，然干，后直接去压那个速度就好了。或者如果说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去搞你的话，你就哎，缩到家里面，搞我我就然说，后然我就后你去去练练就级。行了。我的。他们那个暗夜 1v1 能力不强的。所以能分割起来打的话更简单。我要去侦查一下。哎，好在下像面好像经是。理就在你对面，好像。他这来我这应该是来第二个点了。哦，不是不是，精灵在我对面。算了，我蜘蛛忍一下，我先不出去了。叠去啊，叠好去。好好。然后来我家了。行，那就分开打，分开打。叠取回家了他。好。现在在我这儿。知道了。我大 G 可以来帮你，我练不了的。他好，跟着我的话，这剑圣贴药隐身了，开了 W。先不练，先不练，不急。不急。你大姐拉回去吧，你当 1v1 打吧。好。你去压他也行，我这边就当 1v1 来打。我压他倒是压不了，反正我就跟他耗着嘛。他那个锁在家里面。
DH 可能往你家走了。好，那你去压他们。我这边是兵爆了很多的。嗯。我可以给你点木头，我的这个很早。我伐木场很早。妈的，怎么是你吃的仇恨？现在我这边了。嗯，好的。他那边大鸡全残血的。嗯，好。我这边出力气了，有常规压他就行了。常规压他，我等会儿我力气出来，我就去压兽族，然后那个时候你去压那个暗夜，就差不多。OK。哎，他要发 QG 出来了。哦，在你那儿就行了。啊，回城的。他回城了。好。兽族在我这儿，兽族在我这儿。我的房在升了。你去压的时候告诉我一下。好，我准备去压了。我也去。我准备去压了。嗯。不过我现在可能压不了他，我现在没有那个狼骑，还没出来。小心啊！嗯，那个谁不见了？估计去找你了。找我了，那个、找我了。嗯，给他找吧。我无所谓，你去他家就行了。你去他家就行了。金金在不在？金金在吗？没在，没在，没在，没在我这儿。我跟他刚就行了，我跟他刚。走走走，可以去压了。我这边也可以了。我在练，我练练掉商店去。中立的点，赶紧抢了。我等我第一个狼骑。好。你好了说啊，我现在可以压了。好了好了，好，那走去吧。去，我也去，我带个回去。哎，我操，我操，我去兽族家了。对，你去你去，金在我这，兽族也在我这，剑圣在我这，他们两家抱团呢。好，那我去拆地洞了。我在兽族家里的。他现在要练那个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地洞要被我拆完的。你去你去。你有木吗？我剩个三本。我套上。剑圣他妈的。有有有，我给你。等一下。他现在还没有要回城的意思。收藏来打我。暗夜也没有，暗夜前期被我打掉了。哦、行，那我就直接把你拆吧，这种他刚完就行了。把他刚死了。嗯，两个都没 TP。好，我还杀这个农民了。哦 ，TP 了。我现在练级。TP 了一家，我不走。一家他打不过你的。啊，一家打不过我的。给你们，坏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我操！妈的，他不是回家了吗？他把小外套上。哎，
他开了个大无敌，妈的，我还拿他没办法。不过不好说，哎，我可以杀他。好的，他剑圣死了。那我买 TP， 我继续换就行了。哎，我操他，怎么回好难了，我操！去你那儿了，我继续兽主家，兽主家没地动的，我买 TP 去换他就行了。好好好，你忍着呀，你忍着，能拖一下就拖一下。我可以走的，没事。嗯，他们都换 TP， 兽主吃不消的，兽主也打不过我。宝已经没了，他们。精灵他现在买回城了，你小心。嗯，回城了，回城了，啊，你看着走，要夹你了。行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下一波就有球了，有球就无所谓，有球就行。来，这波别去了，我们练掉大胖子。啊，过来，我已经在这边。路上，他好像没白牛吧？没看到白牛。好像没白牛的，没白牛我不升了。我求好了。嗯，卡拉长笛 nice， 啊，你拿着。他们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下面的。嗯，哎，干这个，剑叠去叠去。哎呀，我绕过来包他了。先撤一下。对了，不急，我们不急，我们急什么？他抓住我一个。可以跟他打，打吗？我就可以打 KOG 吧 ，KOG。嗯，叠血，来，直接顶无敌。我直接开了。嗯，直接顶无敌也好。哎，可以秒那个叠血。叠没无敌，往下就是。没有，我已经瓦过了。你真小心点就行了。嗯，没事，死不了。跌去，死了。好，先把剑圣打跑吧。嗯，先把剑圣打跑。我还有个蓝皮儿呢。嗯，妥的。他们扛不住了。嗯，可以追。Nice， 追。你剑圣小心点。嗯，没事，死不了。我操你妈，被查了。哎，我怎么出了个天鬼？我拿你。没事，他们干不住了，我觉得。给点钱，100有没有？科技。卡一下位。变了，直接变额沙子。行。那个杀老子，干死你！去那个吧，兽主家。走，我那有个商店的。好。靠，我怎么出了个天鬼，我都给跪了。没事，挺好。天鬼来看戏的。
剑圣，剑圣，好，杀英雄，妈的，我也会，好吗？我们也，咱们仨我们也会杀英雄，好吧？哎，就这么分割打，好打多。对，纯分割。反正他陪我，他们如果两家来抓我，你就去换。对啊，对，他们主要是单打单打不过咱俩，咱俩怎么打单打单都打得过他们。嗯。他们太依，他们是给钱的，对，他们依赖艾尔贝尔合兵那么打，艾尔贝尔不合兵的话，他们就很难打。就安心了。哎，好黑呀、啊！我靠。等一下，还有第二场，看一下第二场是什么图 ？TM。TM 的话，你还是那个什么吧，科技吧。我可以自助吧。对，其实我也可以常规自助，也可以常规自助的。常规。常规不好，万一科技他妈的很憋屈的。科技行行，那就那个科技。然后你给我木头，待会儿多的时候，好 OK, OK 然后我可以找点本。人家说那个啥，弗莱史剑圣日常完成了就能赢，是这个理儿不？哎，黑的发子。好歹也照顾一下我的心情，好吗？日常完成了这么说就可以赢了，是吗？好黑呀、啊！把你给黑的不要不要的，不要不要。嗯，哎呀，等一下，这个120。好，开了啊！开了，开了。决赛是什么时候打？明天晚上。哇，你都想到决赛了？咱俩先把这两个人可以赢了再说呀。我问一问呀、啊，问一问嘛，对吧？这是对，说明对你有信心啊！不。我觉得吧，咱俩赢首先得看过不过日常。虽然说我觉得过个日常我心里有点慌。哎，受不了了，连你都开始黑我了，我操。没有，这叫爱，你知道吧？不，我只感受到满满的恶意。没有，真的，我摸着我的良心说，这是对你的爱。捂着你的良心说，是吧？不吹不黑。捂着你的良心。我是一个很讲良心的主播、那个、还是早点给我木头，好，这样我可以起商店。好，还有木头不？不要，够了，20就够了，其实好，无所谓的，起商店只差20，反正10都差不多，反正我一般招完商店就给你，然后就刚好。我英雄没出来就先把冰塔给变了，我是不是很牛逼？破，就要这么稳，我靠！打他们这种组合，他妈的，要稳成狗一样，稳如狗。哎，你看得到了？是什么组啊？没看。暗夜，这是暗夜。你看到他首发英雄？我去看他英雄。这是双单的，可能是 KOG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KOG。蝶曲还是？啊。
啊，那我一来拉安爷去那个安爷家里玩了，我去烧了他家精灵，大祭在我这儿。DH 在我这儿。嗯，我拿精灵过去烧到他那个家里就行了。我信一下他。我爹可以去你家吧。哎呀，被抢了！剑圣在我这，升二本了你。嗯，我也在升。我过来给你撒 buff。傻不傻都行，给你主要。没事没事，不急不急。他们今天去他们的商店买鞋了。嗯，我去看下风矿能不能打个大怪。地区在我这儿，剑圣在这边。嗯，投啊。你可以偷，我觉得你可以偷。我去偷个风矿大胖子、我把蜘蛛拉出去卖萌去。去你家了。嗯，好。要管吗？不用管。你不用管，我就我自己练了。我自己管的。你自己练吗？看看有鞋没，我还是买了鞋的。剑圣我看不到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我这边。你去陪他，或者自己练。我自己练，练我自己练，我逼他来陪我就行了。来嘛的，来。来，妈的，是男人就别动。剑圣在练级，但我不知道在哪边练，看不到他。嗯。我这里马上练到三了，练到三以后可以去压。嗯，练到三你去搞可以不？嗯。不要骗自己，这怎么围得住？我到三了，我去兽主家里了。好，去吧。你去上爷家里吗？现在？不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现在，这。你需要我那个，你最好去能分开，我力气出来了，能把叔叔给压死这一步。选你，选你。哎，在这儿。练完了已经。嗯。我告你了呀！我过来，我过来，我过来。变 DH 去吧。变了。嗯。跑了他们。开机。
龙锥，龙锥的死，我还有发 C。好，我去兽主家了，我去兽主家了。去吧去吧，我一级的无所谓。嗯，你拖着就好。我这边的话是有一个那个吼叫的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好，行行行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波可以，二边。对的，我练也不划算，我练也练不动。他这边就纯大技的。这纯大技毛用都没有啊，这个是。我是生的变啊。啊，无所谓无所谓，我吼呀都不敢来了他。吼下整个人都要不好。我在外面拆东西。好。后面的 DH 来了，我打后面的，拆吧，拆外围的东西吧。我有狼骑。嗯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就一级的那个 DH 不理他。哎，来了那个小精灵。嗯，没事没事。你剑圣，你剑圣。哎呀，我怎么没点出来？你是一级剑圣。哇，这大雪！你不行就 TP 吧，我先走了。我没 TP， 我先走了。行行行，你先走吧。哎，我点的群捕没点出来，我想点群捕的。有点小亏，等一下。你的车要不要修一下？啊，我自己修呗。哎呦，来我这边了。你打得过吗？我试试，不好说。我去抓那边兽族算了，兽族在我旁边的。哎呦，妈的！兽这边伤得很。嗯，你抓他，没事，我这边可以的。TP 了，这边。还行，精灵可能去砸你了。啊，都来我这儿。嗯，你爆边吧，你边多了以后，我就跟你分开打。兽族应该还是打不过我。你李家呢？他们可能要过来，我经验输啊！哎呦，我老路啊！我小玩三级嘛的，不好搞。我先去兽族家里换一波。对，你去换。你把部队往里面缩一点。嗯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去换了。我过来了，过来了。
哎呀，干不过了呀，我去。我等级太高了，七七七七。我觉得内部还是，内部还是该分开打。内部还是跟你分开的哈。对，还是该分开打，因为分开了，我那波咆哮能直接把他定卡先完。你就野外跟那个精灵打的话，也很赚的。我练小点好一点，感觉。我刚才见我的兵，刚才主要是我觉得我兵少，不一定练级效率感觉太慢了。然后到那里的那一波，我群补没吃出来，其实身上有张群补。那一波在他家压着，精灵拉过来爆的时候不好打。嗯。精灵那波爆的还是有点凶的。没事没事，下一盘什么图？那个下一盘是 DT 是完全一打一了。他们的组合杀英雄也挺厉害的，妈的，一个惨。